OK，老板，这个就是这一整套的6500这一整套的 karaoke system 咯。OK，这个就是它的 speaker，OK，六个高音，12寸的低音啊。这个 speaker，这个 speaker stand 是没有包的，这个只是 display 罢了。OK，这个就是那个 karaoke touchscreen player 咯，22寸的防滑防爆的6TB 的那个 player，它是连在一起的。等一下我会讲解一下怎么装。OK，我大概跟你讲解一下它的东西了这个呢就是那个microphone 那个 receiver，它那个 wireless microphone 的 receiver，然后这个就是 mixer，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amplifier 咯。这一套有包两只无线麦，两只有线麦的，那个是送的，有两只有线麦，雅马哈的。OK，首先跟你讲解一下这个 touch screen 要怎么装先。OK，它来的时候它是全部分开的。OK，这个是它的那个柱子咯，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底盘，它有个这个 cover。那这全部它都有 screw 的，你把它全部装起来先，install 先，把这个柱子跟这个底盘装先，它有 screw 的，你把它锁完了。OK，然后把那个全部的瓦牙全部拉出来，它会有3条瓦牙了。一个是那个 power 的 adapter 的。然后一个这个 LAN cable 的，等一下连去那个 karaoke player 的，然后一个 VGA 也是连去 player 的。OK，把它全部拉出来了，然后锁完这 screw 了，它就成型了，它会变成那个整个 karaoke touchscreen player 了，高脚的。OK，现在跟你讲解一下它的 player，这个就是它的 karaoke player 了，它的主机 CPU。OK，它有一个 switch power switch。On 跟 off 的，OK，我现在排到后面给你看一下讲解。OK，这也是它的那个 board 来的，它的接口。OK，这个就是那个 power adapter 这个电源的咯。电源它有两个，它有给你，它有总共是 karaoke touchscreen 它有两个，它有两个电源，它的 adapter，一个是连这个 karaoke player 的，另外一个就是连这个touchscreen 的。OK。它的那个 power adapter 是这样的，它有一个这个 adapter 的 box，还有一个三插头咯，连进来的，然后它才插去这些 touchscreen 跟 player 的咯。OK，现在跟你讲，它的接口。OK，这个是电源咯，然后这个是那个 LAN cable，你可以用 LAN cable 或者 WiFi 的，这个是 WiFi antenna 来的，它是 receive WiFi 的咯，你可以 connect by WiFi or Ethernet。其中一个啦，如果你 connect LAN cable，你就不用 WiFi 咯，用 WiFi 你就没有用 Ethernet。OK，这个是 HDMI 连去那个电视机的。OK，这个 audio 的呢，它有一个 SPDIF，就是 optical 的，它可以连 optical，或者你连这个 RCA 的。通常 amplifier 我们这个一整套是连 RCA 的 audio，这个 audio output。连去那个 amplifier 的，等一下我会跟你讲解。OK，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touchscreen 的 VGA 咯，你就连在这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LAN cable 它一个转换头的，你把它插去这个青色的就可以了。OK，这个也就完成了。现在跟你讲解一下那个 amplifier 怎样接，跟那个喇叭。OK，这个是它 speaker 后面它有两个插口，连接口了，一个黑跟红啦，黑跟红。这个就是那个它的音线咯，它的 audio 的音线，我会给你两条，有两个喇叭嘛，你把它白就是连去红那边，我会给你一条那个音线的是透明的，就你分出来咯，有两条的，就一条连去这个红色这边，一条是连去黑色这样子，你这样子扭完它，它会有里面有中间有一个洞口，你把那个 wire 你插进去，它锁紧它就可以了。这个是随便连罢了，总之你扭完了去左手边你扭到完了，你会看到中间那个金属那边有个洞口，你把我要插上去，把它锁紧它就可以了。OK，两个 speaker 都是这样子做。OK，现在跟你讲解要怎么连这个 mixer 跟那个 amplifier。OK，这个就是它的后面 amplifier 的后面咯。OK。这个就是它的电源，你把它插下去的。等一下，电源它会有两条这样子厚厚的瓦呀，有两条的。这个就是连去那个 mixer 的。OK，你连呢，就是这个
CH1 跟 CH2 input 啊，看这是 input， 你插下去，两条都插下去 ，OK， 然后就是，然后这些刚才那个啊引线，刚才那个喇叭的线啊，有两条透明的，你分出来有的吗？黑跟红 ，OK， 就是上下咯，上下一个 speaker， 上下一个 speaker， 这是两个 speaker 咯 ，OK， 粘好了 ，OK。这个就是 mixer 的后面 ，OK， 刚才你那个两条厚的，看到吗？还有这个哦，它一个母跟公的嘛。刚才你插了那个母的，现在就插公了。你把它插去这边四个这样的插口的。你看它下面是 output 的 ，R 跟 L 的，你插 R 跟 L， 这个。Center 跟 sub 带的这个、啊、sub 这个 subwoofer 跟 center 的不用插，这只是插这个 R 跟 L 罢了。R 跟 L 就是拿来那个啊喇叭的咯，它那个 amplifier 它的 output 去的这边的，你把它插在这边嘛就可以了。这个是 amplifier 的母嘛 ，channel one channel two 插好，然后它的公的就连去这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 audio input 咯。这是 audio input 来的，你把刚才那个啊 karaoke player 那个金色的后面那个啊，就刚才讲那个 RCA 的红白，你连去那边 audio 了，然后连在这边的 BGM， 它后下面有写一个 BGM 的，它这边全部有写字的，它写个 BGM， 红跟灰红，白跟灰白 ，OK，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连着完成了 ，OK。然后这台就是那个麦的 receiver， 它会有一条这样的 wire， 一个头一个母的。头的呢，你就连去那个 mixer 那边 ，mixer 它还是有那个 mic board 的，你随便插去一个地方一个洞 ，OK， 后面也是有。啊，这个就是那个麦的，那个麦的 receiver， 它后面也是有个洞口，那个刚才那个。公的连去那个 mixer 嘛，母的就是连去这个啊那个 receiver， 麦的 receiver 这边后面有个洞了，你插去就可以了。OK， 这些全部都连接完成了咯，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些东西我全部把你 set 了了，你跟着走就对了了，不用去调它怎样的了，我帮你 set 没了那个声音。OK， 就这样子了。